报的情形，然后发现的时候，发现是那个里面堆放的废料、太空包，哦，发生起火，哦，造成那个水蒸气管线爆裂。目前那个经过判决书的抢救之后，目前一楼的火势已经控制住了，啊，现在正逐步的清查其他的火源及是否有这火焰，然后目前是没有人受困的。那国家紧急支援第五零七处理到。